什么资格。可是我觉得很厉害啊，特别去韩国、啊。因为韩国的他们受训的强度其实还蛮高的，蛮严格。当初我们男团的时候也有去受训半个月，我就觉得那个强度就被那个舞蹈的基础就被拉起来。对，其实差蛮多的。对啊。那你这次帮那个木星排舞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你们合作起来有什么样的火花吗？应该大家都可以看到成品上面他跳的就是非常好。哦，那金那金石堂有吗？哎、欸，我在花絮里面看到的不是这样子、欸。因为呢，大家应该都没有发现。那个动作其实是右边掀起来的，然后我拍给他看的时候，他以为是镜像版，就直接把它记成左边开始。但没差，因为我是左撇子啊，我就比较顺啊。我没怎样啊，没有没有，你在那个花絮，你直接呛说什么以后不会接我的案子，你有直接呛。但不是你这种做效果，记个屁球啊！那对，可以看吗？你要看哦。可以吗？我们。好，我们偷偷学一下，偷偷学一下。所以我要来了，是不是？是面对丰田跳吗？你说直接跳我是不用了，希望观众给观众看一下。好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好的。我明的不可救呀，我是个过敏儿，专挑过色。擦擦口水，发现真的鼻涕。无数个过敏源不能控制自己，自己快不能自己。至今才管我口袋里，不小心出味大道理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超尬，超尬！哎呦，有尬到哎、欸！我觉得老沈的部分蛮好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么激动，对，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很好吃。管好自己也是你歌曲里面一个。#一个关键字，今天管好自己，身体不由自己，资金塞口袋里就是平常的事情。哎、欸，很少这样子随便唱的歌手哎、欸。马上随便别人的歌，别人的歌 OK， 自己的歌哎、欸。或者你说随、啊、便唱的歌手，还是很随便的歌手？随便唱啊，随便唱。我好像应该都有。辛苦了，是不是都很晚睡？因为都去咖啡厅打工，对不对？最后让你们好好宣传你的新歌《过敏儿》。韦香蜜，我素第一名，但是我要台湾国语嘞。因为我们今天就素来宣传一个单曲，叫做《素》。过敏儿，它是我的那个怎么说嘞？我的那个首支单曲啦。很用心，我很用心。大家呢可以在那个数位平台、喔、都可以听到我的歌。嘿、hey, ，数位平台这边有什么？嘿、hey, ，有这个 KKBOX、Spotify 和 Apple Music， 啊，跟我这个 YouTube Music、hey, 有管有管的、啊，嘿，有管呢。嘿，My Music 和那个音乐吼 ，Line Music， 有点日本的感觉。啊 ，Line 嘿，淡薄啊，淡薄啊，嘿，Line Music 跟这个 iTunes Store 吼，嘿嘿。好的，谢谢今天。来宾木星跟叶一豪。